好，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这一节的美选决战特报，我是邱婉婷，我是谢荣月。好，今天大选呢已经是共和党强人川普第三度参选了，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了跟前两次很不一样，这一回川普的造势现场底下的观众群已经不再是白人面孔居多而已了，现在有很多的非裔、拉丁裔甚至是华裔的粉丝都占据很大一部分。好，没错，婉婷，上川普今年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美籍华人的粉丝特别特别的多，而事实上呢，这个华裔支持声浪不断的升高。其实川普他的贴身幕僚当中就有一位这个中国移民的小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相扑力士之称的 Steven 张。啊，这位 Steven 张呢，在众多幕僚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兀的一位哦，因为他是团队当中极少数的华裔面孔，而且他很有个人特色，他就顶着一个大光头。重点是他的性格就跟他的老板一样，每一次公开发言呢，都毫不掩藏他的大炮本色。正因如此，他就被川普亲自指派为2024，也就是今年竞选的发言人。好，就连川普本人都请他来当门面了，可见这位这个 Steven 张是多么的狂言狂语。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盘点一下他说过什么争议的经典名言吧。好，首先在看到想到今年年初还是海莉跟川普在角逐党内职位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为他前老板说话了。他说海莉是一个脑残，他不知道到底是骗子还是一个笨蛋呢，所以看到他连对党内人士都是相当的不友善。好，在到了年终的时候变成川普还有拜登竞选了吗，那他就贴了一张拜登照片出来，然后说这个拜登总统啊看起来像是尿布满了，好，对总统是相当的不尊敬。结果到了现在呢，竞选倒数一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基本上他就说川普必定重返白宫，他还公开的说反对者全部都会彻底的粉碎。好，那就共和党就认为说这个 Steven 张他是一个文案大师，好，大大的捧他，但是民主党就批评他是一个脏话的恶霸。那值得一提的一点呢，就是这个 Steven 张啊，他是身高185公分，然后他的可以看到他的体型相当的魁梧，所以呢他每次出来也都戴一个墨镜，那就有人说了他形象真的很像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反派角色。好，虽然 Steven 张他的这个言论常常引发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每次他在操作一些社群媒体的贴文的时候，会不断宣扬保守派的价值，让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可以更加的巩固。那最令人好奇的当然就是他的背景了。其实现年41岁的 Steven 张呢，他父母都是来自中国，那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加州来开餐厅。那他基本上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就对政治是充满兴趣，但是却极度厌恶加州左倾的进步派立场。好，结果大楼当他大学时期呢，他双主修政治学还有电脑科学，而且还在时任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魔鬼终结者的底下实习。好，阿诺是加州当时极为少见的共和党州长，所以对 Steven 张来说呢，他是一个重要的启蒙。好，但后来这位华裔的青年他的人生是峰回路转，他在2013年离开了政坛，开始涉猎跆拳道跟泰拳，当时他还转赴 UFC 综合格斗赛担任公关，并结识了 UFC 的总裁白大拿，也就是川普团队现在的一大金主。啊，的确，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川普2016年第一次参选的时候，就和这位 Steven 是一拍即合。那之后当选呢，他更是获得重用，甚至被誉为是2016胜选不可或缺的角色。那最有趣的是，其实川普跟 Steven 都很喜欢看综合格斗，所以常常也被募集到一起到这个 UFC 的现场来观赛。但难道川普百忙之中还要奔波来再看赛事，真的单纯只是因为兴趣吗？好，事实上川普这一招是高深莫测啊，而且是到了今年的大选他才被看出了用意。因为 UFC 综合格斗他们最大的受众群是谁呢？正好就是非裔还有拉丁裔的男性，所以川普的出现当然就可以为他大大增加他们这两大族群的选票。而今年呢，这个他们的加持呢，才让川普对上贺锦丽有了这么大的胜选把握。But we like hard work. Hard work is good work. 贺锦丽在30日超认真跑场，在北卡罗来纳州参加造势后，马上北上抵达宾州，回访他在蓝墙中最惊险的州。Because we have just 6 days left.In one of the most consequential elections of our lifetime, and we have work to do.
而在最近 CNN 针对贺锦丽至关重要的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还有宾州组成的蓝墙所做的民调中，贺锦丽成功在密州跟威州与川普拉开5%的差距，但在宾州还是与川普持平，这对贺锦丽来说有可能是相当不利的消息。You say if he wins Georgia, the race is over. If he wins Pennsylvania and loses Georgia, the race is over. 共和党策略专家罗夫表示，川普目前在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还有北卡罗来纳州都占有着优势。因此他只要再拿下乔治亚州、宾州或密州当中其中一个州，他都能够取得足够的选举人票赢得这场选举。而在最近，两位候选人都宣布了选举当天的造势晚会地点，川普将会在他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贺锦丽则会在华盛顿特区回到他的母校霍华大学进行大选晚会。华盛顿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好，我们这几天也一直看到川普和贺锦丽在最后关头是疯狂造势、唇枪舌战，但问题是现在种族牌、经济牌、移民牌全部都打过一片了。我就想问问中越，现在倒数几天了，究竟还有什么绝招是可以使出来的呢？好，老实说，除了婉婷你刚刚提到的这几个议题之外，其实已经大概没有绝招可以用了。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川普阵营现在似乎开始乱枪打鸟，竟然连跨性别者都成了他们的箭靶了。好，要再看到就在昨天，川普在七大摇摆州释出了这个30秒的广告。好，我们看画面啊，就可以这说是相当有攻击性。看到贺锦丽站在一位跨性别者的后面，上面写着 Kamala 支持他们。好，那至于这个广告内容说的什么呢？好，这个30秒都在讲贺锦丽啊，她用纳税人的钱为囚犯进行变性的手术。再还提到贺锦丽是挺跨性别者参与女性的运动。好，那最后呢是川普自己的旁白哦，他说了我认可以上的这些所有的讯息。好，那想必啊这个画面你看到，还有搭配这样的文字一出来，就是引来文字这个舆论的挞伐，所以就有人认为这个是妖魔化弱势族群吧，也有人批评川普是在激化选民的情绪。好，不过究竟有多少美国选民看到这样子的广告会买单呢？其实真的很难说。但是其实已经有不少美国非盈利的组织还有人权团体是批评共和党激起了更多的反感。首先他们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川普无视了跨性别者他们的需求，甚至把他们定调成一种社会危机哦。那再来第二呢，其实是有很多选民现在已经厌恶这种文化战争的戏码了，所以就分析啊，其实川普不太可能借由这样子的手法来获得更多中间的选票。好，更何况川普他现在是砸大钱大举放送这种反跨性别者的广告。好，如果最后是适得其反的话，那他损失一定是相当的大。好，那至于这个如果真的就这样的话，那观察人士就认为其实川普现在的策略并不是要拉拢中间的选民哦，而是要以传统的价值来轰炸共和党的有理选民，要确保他11月5号投票日这一天大家是会出门投票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美选特报。